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苹果。我们看苹果 iPhone 5 21号就要上市了，现在非屏阵营可以说不敢大意，全力进行反击。宏达电大家长王雪红也祭出代言人，请来日本的红星来代言。那么南韩三星更是打算端出了压箱宝，也就是可弯曲 OLED 面板手机，喊苹果要一较高下。举起榔头对着荧幕用力敲，画面都还是能播放，完全不受影响。再把荧幕使劲的弯，还可以像纸张一样的嫩 Q， 怎么样就是不会折断。这就是苹果死对头三星接下来要用来打苹果的利器。苹果发表 iPhone 5，南韩三星根本是老神在在，直接端出这一款世界第一台配备可弯曲 OLED 面板的手机来呛虾，还说未来三个月内就要正式上市，和苹果 iPhone 5一较高下，甚至连郭董的红下阵线也不放在眼里。三星呛虾郭董口中的世界最先进的夏普时代面板厂，只是做过气的巨无霸，而三星迎战苹果的秘密武器，还有这一台更轻薄省电。色彩鲜艳的55寸 OLED 电视，无惧苹果的霸气，还有打官司从来没有败过的宏达电，这一回还请来日本人气团体当代言人。青春无敌学院风超级卡哇伊乃木坂 46， 原来就是王雪红要抢攻亚洲市场的一步棋。而这一回宏达电更学乖了，台湾空机价比香港日本便宜，让 HTCJ 回台拼经济。东森新闻，易种龙陈温堂综合报道。